我最常用压力锅煮白饭，因为它压力锅煮白饭就是煮出来的饭很好吃，然后也不会有什么烧焦啊或者是米饭不熟的问题。压力锅煮白饭它的那个米比较会撑开，所以压力锅煮的白饭会比较好吃。那吃起来口感呢？比较 Q 啊，比较 Q， 跟电锅也不一样。不一样，不一样，比电锅好吃。压力锅煮的白饭是比电锅、比休闲锅煮的好吃，因为它有压力的关系，所以它会把米整个撑开，然后吸收所有的水分，对，就会 Q 弹。